不管对于人类还是动物来说，成为妈妈、照顾小孩都不是简单的事。美国纽约的狼保护中心 Wolf Conservation Center 就有一只招标的狼妈妈，她要照顾六只小狼，每天都很疲惫。那天她好不容易有时间享受珍贵的独处时光，没想到孩子们突然回家，标的反应太真实了。小狼出生时只有 0.5kg 左右，而且没有睁开眼睛的。将它们养大，教它们狼群的生存规则，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。Bell 是一位很出色的妈妈，但她也有烦躁的时候哦。那天，小狼们跑去巢穴玩耍， Bell 趁这个机会好好休息。她躺在巢穴中，一脸悠闲。这位幸福的妈妈已经很久没有那么轻松自在过了。但轻松的时间没有持续太久，孩子们很快回家了。小狼们跟Bell玩耍时，他表现得非常凶，还露出牙齿，似乎要咬他们。其实Bell不是讨厌自己的小孩，他只是向孩子们传达狼群中的规则。狼群是一个很复杂的组织，往往是以核心家庭的成员组成的，而且是有严格的社会阶级结构。面对调皮的小孩， Bell 的反应简直让网友笑翻了。他直接跑出去，把小孩留在家，好像在说：“让我休息几分就不行吗？”妈妈真的太辛苦了。